我自己有一次去买东西的经验，就是我想要买货品 A， 因为我想要吃这个东西。但是我到货架上之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办法知道我曾经得到的那个经验是厂牌 A 还是厂牌 B， 甚至是厂牌 C， 因为他们长得都很像。那时候产生了某种片刻啦，我觉得有一个恍惚的片刻，就是我的理解跟我想要的欲望中间好像有一种中断的现象。那那个中断对我而言有点有趣。我是李明学，我喜欢在大卖场跟日常生活中逛来逛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我想透过不同的观察跟不同的观点的介入，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这也是我自己在创作上一直追寻的一个方向。李明学，一位关注当代消费文化现象的艺术家。他透过观察和搜集各种物件或符号，以幽默的视角发现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脉络或逻辑，检视人们对于事物和物件的惯性理解，在探索当代艺术的可能之外，创造出对于熟悉之物的轻盈感受和另类解读。其实我大学是画画的，然后研究所做一些互动装置，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做一些现成物跟物件，但是还是以互动装置居多。然后开始理解现代主义，开始理解当代艺术的一些发展的状况。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想象是那是一个艺术的未来，但是去英国之后我就发现，没有什么未来不未来的问题，就是他们都只是一个选项。绘画也不会死亡，复合媒材也不会死亡，科技艺术也不会死亡，互动或是影像发展，它都只是一个在线的形式。就看你现在想要处理的议题或是想法往哪边走，然后什么样的材质或什么样的在线方式适合，那就用那样的方式做。那对我而言，它现在就只是一种选择，所以我后来选择了比较偏向复合媒材或是现成物的这样子的决定，是因为它对我而言就是一些符号。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符号的世界，这可能也跳脱不了。那每一个符号代表的都是一段关系或者是文本，就对于一个物，我并不是要讲一个物，而是一个物在一个社会中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是一个物对我而言，不管是情感上、自信上，或者是它对于整个社会，它具有一种价值或意义。选择用现成物和复合媒材为创作形式，像是咖啡杯套、洗洁剂或巧克力。李明学利用大众熟悉的符号，以拼贴、改造或是重新排列组合的手法，延伸出物件既有的定义和功能之外，更多理解的可能。那这件作品基本上就是把我们平常吃的 M&M 巧克力直接粘在墙壁上，然后喷水，然后让它的色素自然的流下来。那我想要它造成一个像绘画的效果，然后介于一种现成物的使用，但又有一种很缤纷的感觉。那排列上其实我有一个隐性的节奏的安排，就是它有分一个小节一个小节。那主要的构成是重复跟镜色这样子的状态，好像隐隐约约呈现一种自然的协调或是节奏的感觉。你做某一件作品，或是每次做作品，做完之后，你的作品应该要跟你讲话。那个作品之后，是不是还可以再多长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因此对于我的创作发展会有一些延伸。其实，
不是要把我知道的东西做出来，就是做的展览的部分也是在探索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这件作品在讨论这个我们目前的城市中不断的串流的一种无形的痕迹。我借由这个现在叫送这个外食非常方便的服务平台，然后每天都会叫一瓶不同的饮料，然后放在那个绿色的这个台子上，邀请观者，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这杯饮料，不管你把它视为一个艺术品，你喝入你的身体收藏，或者是想把它放在家里当成一个雕塑来观看，这个都 OK。 好，看这边。然后跟我交换的方式就是我会用这个胶卷的相片把你的影像拍下来，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那最后胶卷是不会被冲印的。想要强调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它有一个过程，但是最终的那个结论跟最终留下来的算是 result 这个部分，它其实只是证明了这件事，而不是说我要去看这里面的过程到底有哪些人参与。借由这个外送平台作为一种暗喻的方式，然后讨论我们现在城市中一个不断串流的隐形的系统。那对我而言，这个网络系统就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一个隐性的系统，或者是一个制度的象征。我在玩耍或是我在处理的部分，是每一个物件跟物件的关系中，它可能可以整合或者是调整出一种一般而言被忽视的某一些关系。那我觉得那些关系的一种复杂性，会开启我们整个重新阅读世界或者是重新理解社会意义的可能性。我觉得那个是我现在在做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灵感，养成了李明学搜集各种新奇物件的习惯。在他的工作室里，累积了各种杂物，这些看似毫无逻辑或功能诡异的东西，就成为艺术家创作时所运用的作品零件。幽默感的部分，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个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可能是属于某种自嘲，一定是某个东西被嘲笑了，或是某个东西被讽刺了，于是我们哈哈大笑。但是在这里面，有时候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好，让我想一下，我还有颗地球，我要来吹地球了吗？地球也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啊，就生活中这些物件觉得很有趣，就买回来看看啊，搞不好它就可以成为创作的元素啊。就你看，很多球放在一起，就很像一个银河系，很可爱这样。还有一些是运动的球，一些玻璃球啊、足球啊。幽默作为一种，或是这种黑色幽默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法，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是蛮贴切于我自己的状态，就是面对于现实中的一些无奈，好像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舒缓，或是来做一个理解。这个超酷，这是苍蝇停在那边，然后这样，可以把苍蝇打死。我超喜欢这个的。对艺术家来说，日常不仅是生活的状态，也是发现和构思创作的泉源。一个西瓜球，这应该它应该是苍蝇拍啦，但是因为它上面就做了一只蝴蝶，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想想看，如果我现在有只苍蝇，然后在打，然后就是一只蝴蝶把那只苍蝇杀掉，它就都是生命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然后苍蝇就命比较贱这样。
就每天在路上看到觉得还不错就买了，都被我老婆骂。我觉得转化这件事情就是创作最困难的部分，或者是创作最有意思的部分。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个，我把一个回收一些废电池，然后把废电池弄成这个烟屁股的样子，然后放在展场的角落。那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日常物的转化。那日常物的转化，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介入点，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形象，对于这个影像，你是似曾相识的，等于是你自己可以投射你自己的故事在那个物件上，产生一个新的关系。当大家看到一个烟屁股的状态，它可能像一个垃圾，但是又回到说，其实大家都有使用电池的共同经验，那它可能会拉起一个共同的理解事情的方式的某种感应，那他可能会建立一个说，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譬喻，我觉得它其实像是一个比喻啦。那似曾相识的影像，它这样的一个符号，它其实直接的会勾起你生命记忆的一些小故事。那生命记忆的这些东西，让你变成去理解一个物件的时候，它不会变得非常的陌生，这是艺术跟生活很接近的时候它带来的一个好处。由人们的共同经验出发，李明学也经常转化符号原本的意义。他利用香料、瓶装水和其他日常物件，在美术馆里创造了一个有着人工沙滩的悠闲场景。然而，这个看似充满度假感的空间，却让人隐约有着不太舒适的诡异感觉，就像是当下受到疫情而改变的生活状态。后桥位群岛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比较大型的现地制作的一种装置的状态，那主要也是回应整个后疫情时代，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在新冠肺炎后的某种时代精神状态。15、16世纪其实因为贸易产生的一些鼠疫啊，或者是也是流行病的状态的某一些纠结，那时候就有这样的状态。那我自己再去追溯那时候的历史，就发现一些更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15、16世纪，香料战争，大家为了夺取一些调味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于是，开始了大航海时代。所以我制造了一个用肉桂、丁香、胡椒跟肉豆蔻，还有盐，去制造出来一个像沙滩的景象。那个景象就像我们很想要去度假，但是它又充满了一个诡异感，它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舒适。那我觉得这个不舒适也是一种小小的提醒，当然也是呼应现在整个后疫情时代的某种微微的改变，但是却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真正放松的精神状态。然后在回廊上是我收集了整个卖场内我可以买到的矿泉水，因为我觉得矿泉水所带出来的一个贸易的流动，可能是一个人所需要最基本的材料里面，我认为最有趣或是甚至最荒谬的状态，就是一瓶水可能从10块卖到3000多块都有，但是它可能就是只是供给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运作状态，但它现在以一种瓶装水的方式，在全世界透过
不管是船只啊、飞机啊、贸易的状态，把水重新的在全世界重新的流动。那我只是把它摆放出来，想要谈这件事。对于水的某种崇拜，或是觉得它可能外国水对我们比较健康啊，或者是外国水比较好喝啊，或者是外国水比较怎么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信就有，不信就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两个联想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当然风水球它有一种运转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好像风水球在运转也是在讲这个我们现在全球化的这一些世界各国矿泉水，然后在全世界在地球这样子流动的一个状况。2020年，台北市立美术馆典藏了李明学的创作计划《溢出的记忆》。这件灵感来自于大卖场，由日常用品和食品等具有保存期限的商品所主要构成的作品，成为美术馆永久典藏的艺术收藏。而这也是食物和日用品首次进入到美术馆的库房中。这组作品其实是可以不断扩充，就是跟着整个市场的更迭可以继续的做下去，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版本这样子。因为市场的商品就 每一阵子流行的东西都不一样嘛，对啊，比如说你要夏天要买暖暖包就有点困难，就是架上没有货。所以你酒精应该是疫情期间，疫情之前买的。对，酒精都是疫情之前买，还让我顺利的度过了疫情，这样。整体来说呢，美术馆买的溢出的记忆，不是买它的清洁剂跟食物包，我们买的是李明学对于人消费的观念的这个计划。好，我们收藏的其实这个计划。事实上，这个计划呢，不见得美术馆只是要用保存它2019年收藏的时候的那个样态来做它未来展出的方式。事实上，它是一个活的计划，它是一个活的作品。对于美术馆来讲，我想，我们处于一个极端消费的时代。假如我们的观众能够透过明学的作品去了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思维跟什么样的行为在进行消费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带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形式。他搜集了大卖场中包装类似的各式产品，分别将它们陈列在两个货架上。乍看之下，两组货品好像一模一样，然而却是厂牌完全不同的商品。艺术家以最直接清晰的方式指出这个你我都曾经经历却不曾留意的购物经验。台湾的美术馆真要把食物当成典藏品，这恐怕是头一遭。事实上重点不在于食物本身，美术馆是作为一个艺术教育的社会的艺术教育机构，某种程度我们典藏的作品，它可以有一种讯息，而这个讯息呢会去让人透过艺术来去思考它跟当代社会的关系。重点不在于那个食品的组成，重点其实在于说我们人们如何选择消费食品。
我那时候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我想要把这种大卖场视为一个图书馆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其实一样被分类，分类是一个我们现在生活中一个为了检索方便所制造出来的系统。比如说你知道哦，零食类在这里，饮料类在这里，面包类在这里，什么洗衣精在这里，它其实跟我们图书馆一样，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那个资料库它显现出一个同时反映市场需求的一些物件。艺术的记忆这件作品，其实就是我在以这种视点在切入整个卖场的时候，我发现说，有一些观点是很类似的。如果我们去图书馆看到说，这两本书都在讲瑜伽，这两本书都在讲什么中医，那他们可能有一种观点上的类似。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在货架上找到这样的事情？后来就发现，类似的商品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的，我认为是共通的色彩体系在支撑。比如说漂白水，它可能就偏向一种 Tiffany 的蓝绿色，你就会发现某些品牌会，他们会走同一个色系，好像这样的颜色对我们而言比较具有清洁力或是什么。他们在大众心目中，它既有一种有趣的规则的既定印象，然后造成了我们某种反射动作，它也可能产生某种中断的那个感知状态。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而言会有一种新奇，那个新奇感就是我认为在处理如何打开一个对世界新理解或是可能性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生存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你可能避免不了日常生活中如影随形的各种盲点，但却可以试着对习以为常的事物提高警觉。打破一个日常的惯性，等于是把一个我们平常习以为常忽视的东西重新拉出来注视跟观看。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代艺术中一个蛮常被使用的手法，就是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它才会让一个正常的状态产生某种偏轨。那个偏轨是重新打开我们感知的某种可能的机会。所以打破一个惯常，打破一个我们忽视或者是我们常理解的事情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有机会岔开一条路了。我觉得它就有机会打开一些观者对于一个物件或是对于一段长期的关系有一种新的价值或是新的意义生产的可能。